你怎么知道我成家了？我听他们说的。其实，是我自己问的。是，他是为我做饭，但他心里有另外一个人。 小伙子，你这酒量是有喜有喜啊！哎呀，哎，我呀，都给你办妥了。那个小娘们呢，叫李秀玲，家里啊就一个瘫痪在床的爹。您稍事休息，我带您去。有我在门口给您把风，包您玩的舒舒服服的。啊，意思，相当意思。 点上了你，你看着没对没对啊？哎，大事！哎，你小子在哪儿啊？哎，等我一下啊！梅队，梅队，哎，梁小姐，你看着没对没对啊？麦子他不在。啊，不在？他在哪儿嘞？不就是吗？我问你，他在哪儿嘞？ 在中国站那做黑板，你这我去麦子家，你去那个木匠铺。哎，杨队，你这腿就这样了？啊？怎么？ 这咣哩咣当的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梅子，梅子，梅子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梅子，梅子，梅子，停车！停车！ 爹，你是不是又抽烟了？就一口。我鼻子灵着呢，你少抽点。我这个年纪啊，再不让我抽一口，就活不长了。歪理。咱先在这歇会儿。上茶。好嘞。快快快快快！茶能醒酒啊。<笑> 就是这儿了，您啊，喝杯茶，缓缓劲儿，我去给您看看啊。
你是谁？秀玲，咋了？先让老张一块算。麦子，麦子，兄弟，你再等我一下。麦子，听说了，先，我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别过来啊！别以为我不敢开枪啊！麦子，再不出来，你兄弟就死了。没事没事，爹杀死了日本人，抓我同归于尽了。你疯了你啊！你杀他干什么？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秀玲，秀玲，秀玲，你醒醒！你爹死了，你爹跟张虎同归于尽了。你听我说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我跟葛二蛋来过，你听清楚没有？不然我们都活不成。一会儿我们会从正门回来，啊，你记住，记住没？快走，走啊你！哎，大爷好，大爷好，大爷！出来了，这是。妹妹，妹，
梅队枷锁。爹，爹。秀玲，日本人们炸我是用葛儿蛋杀死的，你爹是被炸武杀死的，你一定要咬死，你就用斧头跟炸武和日本人同归于尽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？不然对我杀身之祸，明白了吗？一定要咬死，听明白了吗？快点打架，快点，还有车呢！快点，赶紧快，快点，轻点！大虎少佐对我媳妇图谋不轨，我老丈人用斧头砍了他，后来扎武用枪打中我岳父，我岳父跟他同归于尽。这是你妻子说的？是他亲眼所见。しかし、大谷の状況どうだ？瀕死の状態にあります。助かる可能性あるのか？難しいかと思われます。はいと言え。はい。大谷少佐随时都可能苏醒，他的话会成为关键证词。哎，对了，张耀祖为什么先赶到？大武少佐跟扎武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刚好被张耀祖听到，但是我怀疑这是扎武故意让他听到的。为什么？扎武想让我跟大武少佐合并。那你为什么晚到？我在中木家那里验收教室的黑板。让您的妻子受惊了，请节哀顺变。哎，啊，老总，你先出去。哦，好。感觉怎么样？就算为了咱儿子，你给我撑着点。行吗？鬼子还活着，听说还有口气儿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把鬼子杀了，替爹报仇啊！放心，我不让他活在这个世上。我在这个世上，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亲人。不知道是个小子还是个丫头，嗯。可惜他见不着他老爷了。要不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住处，别在这住了，好吧？不，这水晶气太重了，对孩子不好。爹的魂还在这个房子里呢，而且我刚睡觉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梦见我爹了，感觉他就在我的床边，好像要跟我说些什么话。真的，麦子，他好像真的要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，而且我就觉得从就从那边这样子走过来，我说爹你怎么了？好了，就是这次不停的就在跟我说话，可是我始终就听不到他在跟我说什么。秀玲，多睡会儿啊，休息一下。秀玲，我
什么？我听不到他跟我说。乖，睡会儿，睡会儿，听我的，乖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回復することは新薬がありますが、ただ効果のほどはすぐに良く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、突然死に至る可能性も。今までの致死率は 90% で、今では 50% まで抑えることに成功しました。分かった。急いで気が引く。はい。何が起こったのか。切り分かりたい。新薬を投与しますが、確実に治る保証はありません。100分の1の希望があれば、100分の100の努力を尽くせ。はい。再问你一次，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不是，我就佩服你嘛，你能一转眼就能想出个没定样的办法，你还真就能做出来。我心里没鬼。对呀，你当然没鬼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个鬼。你在这个量待时间长了，你已经不是个全国人了。你，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啊。你真不要你那个死脸。你说你这个邪骨精，你让打鬼子，现在抗战多胜利。不是，我说你怎么还一股八路的腔调啊？怎么的，不八路的腔调就非得二鬼子腔调？你瞪什么眼？梅子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大谷少佐过来要心疼啊！我听军医说，日本人很冒险的给他用了一种新药，如果效果好的话，那很可能随时都醒了。这不可能吧？正儿八经的呀。那效果要是不好呢？也有可能随时都会死，对吗？有点苦难。弄死他，再弄死他一会儿，咱可苦人嘛。24小时都有人守啊，谁在那说？胡才噻，何才？何才不是你的人吗？那小子脑筋不拐弯，就他娘的跟日本人效忠。那总有换班的时候吧？再换班，那就是日本人了。他要是醒了，咱们大伙都完了。哎，梅子，赶紧跑！哎，跑！往哪儿跑？那真相不揭露了，秀玲咋受得了？啊？啥真相？没啥，我是说，秀玲现在经不起任何的惊吓。行了，
完全失实。杜倩，还有个娘们儿，那个护士，全天都在。不是，我问你，到底想出什么办法了没有？有点眉目了，但是他问你借点东西。什么？钱，越多越好。太君，哎哎。一个夜晚，就试试这个左手跟右手哪个运气好点啊？你看到没有？他还真不一样。我喝一碗。就这么点儿，太小了，不玩。我，哎，不玩不玩，走走走走走。不玩散了，不玩。你看，哎，我就这么谢了，就玩一把，就玩一把。有钱你不想要，那跟我没关系啊。对对，就玩一把就行。来，输了别哭啊。哎呀，行行，来来吧。全压了不是？全压。来来来来，来啊，来吧。你来，你先来，走。哎，你这个没耍赖吧你啊？行，咱俩没办啊，啊，没办啊，啊，没没完没完，走啊！哎，不准走啊！不走。我战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手推赵子龙，闯。このことは誰にも言うな。大谷の意識も立てて言え。はい。それではどう処理しますか。そこに置け。見張りをつけろ。研究家ですので、保存できません。君は医者だろ。そこはお前の考えることだ。はい。大国君有意識了。不能再拖了。放心。就今天。三国人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耍威风。怎么着，欠我多少了？300。行吧，老规矩，啊，明天给我还回。我偷去啊？这那我管不着。
二大，你行行好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呢。没那么多钱，那怎么办？我就不要了。很简单，这不是有这个规矩吗？欠一天一个月的军饷。啊？二大，我求求你行不行？我求求你。求我有什么用？你花个招，我跟你走。你叫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我能叫你干什么去？我也不用你杀人，也不用你去抢东西。你想想，你叫我干什么？还真没什么东西好让你干。对了，跟你一块儿那个护身的小娘们叫什么？护风啊！啊，对，叫护风。你惦记他？哎，你帮我把他约出来呗。行，什么时候？这越快越好。行，反正就是他现在看的稍早，吃不来。你看，你帮点忙，你这些事儿，你。哎，不错，咱，当我没说，二大，我明天把钱拿过来。不，二大，我帮你约还不行吗？这是，我得有个理由啊。你傻你啊？找个理由还不好找？你就说少佐找他，就在咱那个院那个小门门口等着他。你把人送到了，你就走就行了。我还去啊？当然得去了。你要不去啊，他半道想明白了，他不想去了，他有别的事了，他没来。那这事在你办了，在你没办。不是，我是说啊，你看，恁俩在一块儿，我去，你就不得合适，不是？大佩，你吧，你说你是钱也不想还，那个意思事也不想办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别聊了，换钱啊！哎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我去，就这么定了。胡峰，干啥？那个太君叫你去一趟。啥事儿啊？你看，太君的命令我哪敢问？等把东西放下。哎，走。哎，走。耍诈，扒起来跑了啊！老子刚才看到还在这儿，咋就不见了呢？啊！你个可儿当的！干啥子？不，他耍诈了，骗了多少钱呢？哎呀，小的他耍诈，以后就不跟他耍了。赌钱这个事情啊，东边不亮西边亮，那边输钱，这边补上噻。哎，走，我们那三缺一，走，我们两个合作肯定挣钱，走。哎，你到底叫我来干啥？不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咱俩这是擅自脱岗，问起来咋办？哎，我说，哎，你先去守着，他耍一会儿就回去。快回去！老子自己走。不，那个，回来再玩啊！哎，回来再玩。哎，我回来再玩，耍一下噻。这鬼样，面带猪
向心腹嘹亮啊，经理呢？少佐，大姑已经醒了。少佐，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恳请少佐为我主持公道。那跟我去看一下吧。大谷少佐死去的时间不短啊。您是在试探我？对，期待我没了，期待我没了。好，少佐。大伙都知道大谷少佐是怎么死的，我不同意宁安军人的礼节安葬他，他是罪犯，是大日本皇军的耻辱，这是我们日本军人的事儿，容不得你插嘴。你在老师面前耍诈，我跟你说，要不加时限，我告诉你，还扔了一点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老子怎么了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住手！闹什么闹？还没有纪律了！滚！滚！滚！老子跟你没完了！我跟你说，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打入小街镇。你让我当间谍？完成这次任务，不但你自个儿要冒很大的风险，你还得背负沉重的罢免，包括孟显宗，全村的人都把你看成不共戴天的仇人。这是何先生，
行吧，以后这队伍就咱哥俩。是又出去买菜了是吧？跟你说了，你身子还没好利索，别到处乱跑。没事儿。小玲，来，坐下。你说件事儿。杀死你爹那鬼子死了，是我干的。真的？麦子给你报仇了，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就可以安息子同志，组织上要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我？啥任务？打入小街镇去。干啥？找到葛二蛋。你要让我出奸？葛二蛋他不是奸，我派他去的。这个事儿，除了我跟葛二蛋，只有俩人知道，就是你跟孟四儿。我早就说过嘛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咋会叛变呢？我派葛二蛋去小街镇。为了杀另外一个，谁？刘排长。为啥呀？当时我们接到消息，说是刘排长他叛变了。怎么可能？就算葛二蛋叛变，他也不会叛变的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刘排长他是假叛变，但是被吉田他们发现了。我又派葛二蛋去营救他。这都一个多月了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必须得派人跟他联系上。小街镇戒备森严，太难的太危险，看来只有你去。嗯，我去。好。另外一句可靠消息，说最近有一批毒气弹要运到小街镇，你让葛二蛋查清下落，马上向我报告。嗯。喜子，你这次去是配合葛二蛋完成任务，你要牢记一条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你都得听他的。他？对，必须服从命令。什么破弟弟，啥都知道，一个字儿都不说，姐白疼你了。这是纪律啊！姐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一定得多加点小心，这可不是走亲戚，这是和鬼子二鬼子面对面的打交道。哎，少在我面前装大人，我还不懂啊。对了，姐，见了葛二蛋啊，带个好，他要是不好好保护你。我进城宰了他！我三儿，咱俩从小到大还没分开过呢吧？姐，你多保重啊！啊，看看这个人，哎。帮我把驴牵到那边喂点草。
姑娘？不找谁啊？长官，别动啊，别动。哎，麻烦问您一下。哎呦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别动。